快乐鸡米花，2022厦门卫视少儿春晚，今年送红包，送健康，送快乐。因为梦想，所以精彩；因为充实，所以快乐。祝福全市的大小朋友们，虎头虎脑，学业有成，生龙活虎，天天向上，四季平安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